速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“体育财经”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意甲尤文图斯对战佛罗伦萨，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尤文图斯本赛季防守出色，近13轮比赛丢了10球，是意甲联赛中丢球最少的球队。主力前锋 C 罗9场比赛打进12球，便有1次助攻，目前排在意甲射手榜第一位。客队佛罗伦萨在最近几个赛季并没有加强球队的实力，整体来看，佛罗伦萨是一个防守能力不错的队伍，只是在进攻上没有太多出色的表现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1.5球，分析时间较早，变化比较大，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，请谨慎参考。本场推荐尤文图斯-1.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